Hello. Okay, yeah. Time to lunch. Hello, 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不好意思，慢了点，今天有特别的嘉宾，所以就慢了。哎，等着这个特别嘉宾跑上来是需要点时间哦。哇，他要15分钟才跑到上来这个 table top 哦。OK， 我按一下先啊，我也是要按一按，看有谁进来。来，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今天帮我们把这个直播的话是share出去啊。OK， 有人进来了，可以了。Hello， Chan。OK， 帮我们按一按，share出去。等下我要教大家做这个，这一个是什么来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的帮我打一打。Do you know what is this? No, 打那个名字。Do you know what is this? 是的。Please let me know you know what is this. Hi Maria, 早早。Hello, Wen. Hi Maria. Yeah, 对。Okay, 然后今天你们。Purple. Purple 瓜。Purple 瓜。Purple 瓜。再来再来，这个是什么？本来很大条的吧，因为刚才是在等待，就一直切一直切。阿文就讲了是 eggplant。OK， 对了，文 yeah, 对了，等下我在空中这边请你吃啊。你就视什么视频的线上的吃啊。So after 你看这个 live， 你就在那边就可以坐一坐，然后你跟你的同事他们 sharing 吃。对啊 ，Eunice 早 ，Eunice Wong 早。Hi Eunice， 矮瓜又矮又肥的瓜。OK 啦，是矮瓜啦。华语叫什么？华语不是矮瓜吗？不是矮瓜，是客家话啊，茄子。茄子。我的特别嘉宾，他肚子饿了。这个叫什么名啊？他叫 Blessing 是吗 ？Blessers 啊 ，OK，Blessers。OK， 他叫 Blessers。刚才我们等他是等很久，因为他从那个客厅跑到来这里，真的是要15分钟。这里还有哆瑞咪，看到吗？哆瑞咪，我在等住你们进来，我就顺便在跟我们的贵宾 say hi。呀，OK， 来，我们现在去 share 一 share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好了，15分钟了，他们等很久了。对对对。你要回去啦。你要回去啦，OK， 你要回去啦，回去你的妈咪那边。对，回去他的妈咪那边。OK， so 啊，我们线上的朋友来，我们就今天你们有看到这个桌子上的这个我们所准备的材料吗 ？OK， 然后材料今天是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所以刚才线上的朋友都有讲，这一个是茄子 ，OK。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茄子做成是披萨 ？OK， 我的小孩子最爱的披萨，因为谁的家里的孩子最讨厌吃青菜的，或者是一些总之是菜类的啦，他很讨厌的。我家里的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他一看到菜是他会很讨厌的。可是他是马年来的哦，马年不是雪碧是很喜欢吃草的吗？对呀、啊、对呀、啊，是吗？可是他看到青色的东西 ，honeydew 啊 ，kiwi 啊，青色的啊，或者蔬菜啊，蔬菜的东西啊，就很讨厌的。可是我做这个披萨是全部是就是蔬菜罢了啦，就是植物植物奶奶，你看讲的都讲植物了，就是菜类的啦，披萨他就很喜欢吃啦。因为为什么？然后今天我们也是配搭的话是就是有这个自己制作的这一个披萨 sauce。啊，罗咪罗咪，你的披萨 sauce 还可以吃，是啊，我 frozen 啊，我放去最冷藏了啊，对，刚才就解冻它就可以了，所以这一个 sauce 真的是用处很广
哦，可以拿来煮 spaghetti 啦，做蒸披萨啦。现在我们又演变成在我们的这一个茄子上的是用上的这一个披萨说啥？OK， 这个是我刚才等住贵宾来的时候。就顺便做一做这个披萨，对，算是好了的。其实是很快啦，只不过我们就想做准备一份的这一个披萨已经烘好了，就呈现给给大家看一看，然后看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的这一个茄子披萨。它是属于低糖、low-carb 的食物哦。OK， 我放这呀。可以。OK， 这个是做好的，要看一下嘛，看到吗？有看到吗？小一点嘛。OK， 更烫。OK 的，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很特别？今天的这一个菜肴。OK，来，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一个茄子披萨。OK，小心烫啊。OK， 来教你们如何制作这一个茄子披萨啊。就去 market 买，圆圆肥肥这样子啦，中等啦，不要太肥啦，太肥你的披萨就很阔咯。小孩子就喜欢拿到一 slice 一 slice 就吃的，对吗？所以就刚才我切了一部分，现在剩下一半的可以给你看一下。Hi Connie， OK， 后面的我是不要啦，后面因为它很小个，小的有小的吃啦。哎呀 ，OK 可以，所以我会切大概这样的 size 啦。不用太厚啦。如果是你是茄子的话，是你切到那个厚度比较厚一点，那么在你烘烤的时候是你的时间就长一点，切工不好。OK， 大概是这样子，那边已经切遍了。对，因为有些妈咪不是很会，我也是不是很会，就大家一起学习了哈。所以我会把这个茄子一片一片的切好了，我会撒一点盐的，撒一点盐。OK， 这个我拿走。哦，是你的招牌菜。Yes， 我的招牌菜。对，我的招牌菜。OK， 好的，一片一片来，就放在 tray。我的手洗了的，刚才摸了那个小乌龟，可是我洗了的。没事也不要紧，因为今天的是你自己吃啊，等下我自己吃完它，不留给你们。他是刻意的吧？是哦，你是刻意的，不留给你们吃。OK， 就大概可以放很满的啊，我就大概这边先 ，and then 我就会碰油盐。刚才我已经擦了一点油了哈，擦了一点盐了，现在就 spray 一点油了。我们放一点油了。所以这样的做法的话是就是讲真的是减少这一个摄取这一个油的这一个分量啦所以就稍微就是在茄子上面稍微喷一点油啦下时候看一下有谁还有谁 OK哎呀，对 ，Yes， 我的矮瓜披萨专门给小孩子不爱吃菜的他们。OK， 顶住我的鼻子。OK， 我就用这个披萨 sauce， 披萨 sauce 我们那天冬玲姐有做了。哎，我们今天没有介绍自己哦，我们介绍贵宾哦。是的。OK， 这个是冬玲姐姐，我是甜心。OK， 这个披萨说是那天冬玲姐姐有做的，在 live，and then 是因为我们有做很多份嘛，就每次完事就把它 frozen 在冰橱了。and then 要吃的时候，刚才我就拿出来在 oven 那边就解冻一下，它就可以用了。对了，是的，这是糯米的披萨说是吗？对，它的食谱。牛咪，你看我们用你的披萨 sauce， 我们今天把它煸一煸在茄子上面啊，煸在我的最爱的披萨。然后如果爱吃茄子的是，
然后你在这个菜肴方面是在这一个 是真的非常好吃，因为茄子来讲的话是它的煮法非常多，老实讲，但是我也是这一次也是第一次看到甜心是他做的这一个是茄子披萨，是我吃了之后我讲真的很好吃，谢谢 啊。然后同时是就是也是可以吃到茄子咯，诶，平时的一般的披萨来讲的话是我们是用面粉，对、哦、啊，这个就不用面粉哦、啊、它的底部你就用茄子来做它的底部哦，啊，然后上面就放一些一些酱汁啊、嗯、还有那个拉丝的 cheese 啊，拉丝的 cheese、wow, good idea, 太厉害了呀、yeah. 不厉害不厉害也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嗯 OK 过后哎我要切tomato 哦、oh, tomato OK，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要就是看你要其实你它的上面的配料是你自己也是可以放你所喜好的啦， tomato、嗯、tomato 嗯这个 cherry tomato、okay. 嗯要放那个什么可以吗 capsicum 可以啊，可以哦，你放什么都可以吧、啊、对，放什么都可以，总之就披萨去烤一烤、嗯、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嗯、啊、嗯、大片也是可以啦，啊如果你放 我要用这个刀比较快，对，如果你放 capsicum 来讲的话是你就要切丁哦，切小一点啦、哦、这个刀比较好切、嗯、怪不得泡姐整天用啦要去和茄子了，牛咪讲 OK So 来线上的朋友来哦，哎，你们线上的朋友哦，如果你们看到你们的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很爱吃茄子的话，是你赶快的 tag 他进来哦，是、啊、tag 他进来在我们的今天早上的这一个直播，让他学习是茄子的另外一个做法哦，另外一个做法。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吃完，嗯、因为很多 cheese， 然后他也是很方便的试试，因为他一片一片，所以你一口这样。放进去嘴巴就可以了，因为你烘烤了之后它是软软的啊，软软的，所以是很容易吃的、嗯、对对，那个还软软哦啊，对，还软软、嗯、是的，如果小孩子想要加一些 ham 的话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哦、嗯、放如果 ham 的话是你要放 ham 你就切丁啦，哦，切小它啦， 嗯我是放一点 cheese 加边铺一铺它、啊、这样这个就在上面不会掉，所以甜心就放了这一个拉丝的这个 cheese， 嗯，然后现在就放上这个 cherry tomato， 嗯，好 juicy 哦哈，对，哇，好厉害这把刀，哈哈哈哈哈哈，看手，是咯，你要看这里的手一下来哦，嗯、OK， 等下还有一个 special 的饮料，嗯，也是低脂。对，Low-Carb 的啊，Low-Carb啊，对，Low-Carb的，是的 ，OK，OK， 所以我们就你可以试下，嗯，把这一些放上去，然后我们今天是会用 air fryer 来烤，嗯，啊 ，air fryer 来烤，然后它的时间也非常的短，因为茄子我们切到比较薄，对，所以你烤的时间是很15分钟吧，啊，15分钟哦，如果你的很厚的话、嗯、，maybe 是厚一点那说。比这一个厚的话可能要20啊，对，要20、嗯、也是看你的 oven 的那个它的热量啊，它的热度啊、嗯、对 okay, 然后也是要看你们的那一个 air fryer 的那个大小啦，对对对，哎，我这个还没如果烘锅笼最多就是笼了搅了啊，搅哦，如果你大概预算一个时间刚才天心姐说的，我再参考一下，如果不够还可以再烘多一下，对啊，再烘多一下，对了，所以披萨、嗯、一般上我们看到的披萨、啊、都是这个面粉或者是来做的啊、嗯、对啊，所以今天这个是非常特别，嗯，是这个朋友、啊、在家什么菜有试过这种类型的披萨嘛，如果有的话、啊、嗯、不妨告诉我们啊，一只如果你有吃过，如果没吃过的话，觉得是你创意的，你能打一个2给我们看好不好？嗯，是咯，就像我们的越南厅，啊、是咯，吃完它，对对 ，mini pizza 啊、yes，mini pizza， 对，美厨娘，嗨，Leonard， 嗯，嗨，你好 ，Leonard。
连那是吃素的哦。嗯，那么吃素的话，哦，很适合哦，嗯，很适合你。嗯，对。可以放一些素的 ham 啊，对了，切一些素的 ham 啊 ，mix 进去一起吃。对 ，mix 进去一起吃。嗯。这个是啊，我要加肉碎在上面去煮，它都是 ham 啊 ，ham ham 比较好啊，或者 bacon 哦 ，bacon，ham bacon， 嗯，都可以。Hello Chris Chu，Hello 文君 ，Hi 文君 ，Hello， 可以做给你儿子吃了，你儿子是现在很会吃东西吧？嗯，对吗？所以我们就放上一点绿色的，就是 parsley 啦，哦，给它有一点绿色。还有一点橙色是很 match 的一个食物，啊，对，而且 parsley 也是很香的，因为在西方国家的那一些阿摩郎啊，他们是很喜欢用 parsley 的，哦，我看到他们肌肤的阿摩郎啊，啊阿摩郎，我跟你讲，那天我忘了，我是不是弄什么给我你儿子啊？嗯，他突然间杀出一句是，哦没有 parsley，嗯，他突然间杀出一句是，妈咪缺少那个是没有他的灵魂。我 hang 了一下，你讲什么啊？啊，我说你放那个，如果你缺少那个是不放那一个，我忘记什么食物，我也忘了。他就在讲没有灵魂，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哦，你会杀出一句没有灵魂哦。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我不是总拽啊。呀，嗨，雪娜，这个是很好吃的，每次要请你吃这一餐都没有请到哦。嗯，雪莲做这个茄子。呀，对，你可以试做给你的儿子吃啊。嗯，这个每次讲要来我家吃都没有吃到是吗？是咯，因为我只是会做几样罢了啦，其他我不会了。OK， 最后撒，很毛眼的，最后撒上那个胡椒粒啊，胡椒粒哦，就放一点胡椒粒啦。嗯。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烤箱了。对 ，OK， 这边我们就用的温度是多少度啊？危险，危险。所以我们烘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15分钟罢了的。哦，15分钟，因为我们只是要烘熟那个茄子啊。OK， 嗯，是这样子吧。对，嗯，我已经撒了一点盐了，如果你觉得不够咸的话你可以再撒盐了。嗯，OK， 这边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oven 你要放底部中部都可以，我放底部啦，放底部啦，底部比较好啊，放底部比较好。对，多少热度了可以再我用180吧，180180要几久啊？十分钟吧。十分钟。十分钟。嗯，对。如果你想是浓一点，就试下十分钟啦。啊，对。嗯。做十分、十二分都应该 OK。OK， 来。如果你的oven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你就要放久一点，火要大一点。啊，对对对，嗯，加多几分钟啦。嗯。中型的 standalone 的，呀，对。oven， 你刚才这一个扯出来看的话，100度。10分钟就够了。啊，对，嗯，所以是非常的快啦。哦，所以如果要做这一个茄子的披萨，一般上来讲的话，是你在不到半个小时的话，你可以烘很多轮了。啊，哦，哦，好重。然后，而且的话是这一个的话，是你也是可以做一般的，就是说晚餐啊，或者一些 snack 来吃。OK，等一下就配上这一个 almond milk 啊。啊 ，almond 对，低脂低脂的糖，所以要做这个 almond milk， 杏仁杏仁啊，杏仁也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料理。对，在准备材料方面呢，你只需要看看这边啊，对，有什么？没有，我们就是要180克的这一个杏仁哦。OK， 这个嫩亮姐姐要 share 的是180克啊，对，180克。almond， 嗯 ，almond 清洗过干净的 almond， 然后也是要清洗的，要清洗，不要以为在包装里面装起来是不洗哦。是的，这个买回来过后还要经过清洗的。啊，对，要浸泡4个小时啦。哦，还要浸4个小时。对，要浸泡。如果是弟弟煮的话，应该买回来剪掉它，就放去冷热了。哦，所以大家不要像弟弟一样哦，记得要放去洗
了，四个小时，对吧？啊，四个小时。那么为什么我看到还有一小碗这个 almond 啊？哦，这个是等下拿来拍照的时候用啦。哦、okay. 啊，如果除了180克是吗？刚才啊，对，180克的 almond 之外，另外还要拿出一些来，因为要有仪式感。对，这样应该不是180，这个是有20吧？啊，有20，对，先等100。但是我们的今天煮的 almond 这个 milk 来讲的话，需要的分量只有180克罢了、okay. 啊，只有180克哦。OK， so 现在他要的材料只是almond， 然后水1钱，然后一点点的盐就搞定了，点点就三个食材罢了。海盐，海盐，对，哦 ，OK， 对，今天有 mini pizza， 还有 almond milk， 啊，全部都是低卡路里，低卡路里的，对，还有吃素的都可以吃啊，吃素的朋友都会、应该会喜欢吧。我喜欢 almond 啊，因为 almond 的话是对我们的功效是很有作用的。对，尤其对我们女人的 skin 皮肤、皮肤，然后还有就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 ，vitamin D、vitamin E 啊、还有的话就是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那个抗氧化，对，抗氧化、所以对我们的皮肤很好，对啊。还有的话就是还有就是什么可以降低胆固醇，很多它的 benefit 啊，很多 benefit 啦，很多 benefit 的、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三个食材放进去啦，放了进去之后 OK， 我们就给它这时候我们就稍微磨，怎么拿出可以了，没有用过的啊，没有用过就可以了，讲真的，好、对，美女的最爱，好、谢谢林乐，林乐说每天都期待我们的美食哦，谢谢你，林乐，就是了，谢谢你，真的很久不见了哈，对，下一次有机会你来到我们的这一个 Frico Lifestyle。来做直播、那下次你也过来、就你来做直播哦。OK， so 这时候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食谱的话是它就叫我们是要 shift 掉它啦。OK、shift 掉它可以用丝袜的你用过的丝袜应该 shift 没有用过可以吧、有没有有没有、OK， 所以就是你不要踩我、你不踩我、我今天没有用丝袜 ，OK， 这个是拿来 shift 的，你帮我扶一下，哦，要扶它的。如果是用丝袜的话，是我看下到没有用过的丝袜都可以环保啊，没有用过啦，对，环保哦，是吗？哎，丝袜奶茶不是哦，不是哦，西门奶茶哦，西门奶茶。然后我没戴手套哦。OK， 来，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的茄子啊。OK， so shift 它的话就是这样啦。但是我跟你讲，等下那个它的那个 almond 的这一个渣来讲的话是，可以敷脸，敷脸啊。聪明，不是吧？讲真的， okay. 可以做面包啊，做面包，可以做馒头，馒头可以啊。做馒头哦。其实 almond 糊呢 ？almond 糊。almond 糊来讲的话是我们就要掺一点什么咯，就是那个 walnut 那一些咯、okay. 所以 shift 了的话我们就倒回去啦、OK， 不可以做面包了，被 ban 了，被 ban 了啊，馒头啊，馒头啊，又是粉了，然后是这一个是，其实是这一个是我通常拿来做什么，我就稍微放进去 air fryer 给它烘干一下，然后我就放回去我的这一个handsome boy 哦、OK， 我就拿来磨成粉哦，过后就变成是 almond powder 咯，哦，然后你冲水的时候是你可以放进去你的饮料里面呐、okay， 这样的意思啊，烤一下你然后就是像你讲咯，做面包做什么的时候是做馒头啊，都可以放进去哦。对，很香耶，我很喜欢呢，这个味道烤了的。对，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也是有事先也是有稍微买回来洗干净烤一烤之后，然后我们就蒸泡它四个小时啦。哦，蒸泡它四个小时。嗯，等下这一个我们就放进去这一边啦，藏在这边啦。哦 ，OK。嗯，对。这个呀，对，我们就给它留起来。等下我们就给它 air fryer 烘一烘之后是，我们就给它什么变成泡的汤。OK。啊，变成泡的。烘干先啦。嗯，对，烘干先。OK。所以就是这样简单。我们现在这时候就去煮一煮它。黄芪。黄芪香，要看一下。黄芪香，黄芪香 ，OK。哦，没有，是 different 来的是吗？啊，应该是黄色，就有菊花的味道跟香，它是讲黄芪的香味啊。哦，黄芪的香味。有吗？刚才要先解释了，刚才。有 我是吃到 almond 很香啦、啊、哇，它的用词很深呢、欸。哈哈哈哈哈。做好了，我们还可以磨成粉啊，可以放进饮料冲来喝。是的，哇，多用途、嗯、多用途，对。所以现在只是曲曲只是稍微煮它几分钟罢了，我就用100度啦，哦。啊，用100度，所以如果是你家里的话，你传统的煮法，你在锅子上，你就要。看火啦，哦，你要搅拌一下看火啦，哦，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是我就用我的这一个handsome boy 啊智能厨具啦，哦啊智能厨具，他就帮我在这边帮我煮一煮啦，就是稍微只是几分钟。做好的嘞，那如果你做的，放你的香氛在我的火面好吗？啊，对了，哦，我吃的好香。Okay。所以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这一个茄子都要烤好了，要烤好了，嗯，有些就掉了掉，所以是因为它非常的快哦。两样的这一个菜肴，一个饮料，一个茄子的话是其实不到半个小时都已经搞定了啊哦。所以如果是线上的你们的家里人，如果是在这个周末来讲的话是。下午的时间你们不想吃饭类的，那么你们就可以做这一个了 OK。 然后做了之后你们就拍个照片，哦，拍个照片的话是然后就可以 tag 在我们的这一个 Facebook 的哦。 Hello Simon， good morning 呀、yeah， 对对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甜甜，等一下，等一下，有这个矮瓜，嗯，拿出来，嗯，哦，所以这边就是之前的白葱好的，啊，这个是烘好了的，哦 ，OK， 就是啊，啊，它不是脆的，它不是脆的，是脆的，如果要脆的话，可能要放一些粉的，啊啊，你就裹一点粉哦，嗯。只要我摆好先啊、嗯、啊啊，它就可以脆脆。我现在这一个呢，身上有一点黄度的 texture， 吃起来是很好吃的，对，是脆的啊。然后的味道是很好的，因为你知道海瓜经过烤或者是煎的话，它那个味道是很出来的。嗯，然后再配上这一个 pasta 酱，这个 pizza 的 pasta 酱，哇，它的味道更可以充分的。提出来，嗯，对，很重的口味。想吃很多，那个是很多。是的。今天做这个是素的。啊，素的啊。所以可以其实给放一点 ham。啊，对。可甚至我觉得应该放，如果很脆的话，放一点的那肉碎，应该都也可以啊。你的是 Chinese style 啊，那个就变成 Chinese style 了。哈哈哈哈哈哈！你的是 Chinese style。什么法式、中西法印都可以。嗯，好，在这个厨房里面，我们就是要快乐，就是要幸福。是的，哎、哦，那个好运来运要到了哦，可以做马来西亚哦。啊，是的，可以考虑考虑哦。这个、一下子一下，我们刚烘好的这一个，我们修一修它的那个颜色。嗯，对，不一样的哦。啊，不一样的 ，OK。应该是。刚才放到比较多啊，嗯 ，OK， 弟弟什么？弟弟好厉害哦！哎呀，谢谢你轩啊，厉害的是姐姐，啊，这里姐姐都很厉害，弟弟是长得学习到一点点，嗯，
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一个两样的这一个分享的这一个健康的这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啊，分享这个，我们今天把这个真健康简单呀，我们分享出去，让多一点人知道。是的，短短的20分钟，没有，还没弄好哦，这样快，他讲要修一修啊，不可以，不可以，颜色，你看它一刚刚出来出来，就会有那个冲动啊，好像一个想放进去啊，连给他们摆美的那时间都不想，不可以，大家跟我同感吗？他还没美美，其实天心家里的孩子的话，是一哄出来是，他还来不及是给他装饰，人家要弄美美，他都已经准备给他们小朋友吃完了，没有啊，我叫他们等了现在。哦，是啊。是了，训练啊，那个口水在嘴巴里面流，已经训练很厉害了，他们要等 ，OK， 所以我的这一个L门已经煮好了，好，那还要我失望吗？啊，不用失望了，我说高姐今天有穿，我可以再脱，干嘛？失望穿到腰的可以啊，穿到腰，这样 sexy 啊，你看，哇！那个你们要等礼拜天了，等礼拜天，对了，你叫他们不等礼拜，我们呼吁呼吁明天我们是有炮街跟胖姐胖的吧，他听到胖现在变胖，他听到他就骂你了，一起来了解，以前是胖现在变棒的棒姐跟炮姐，他们的这个 recipe 嘛，想的话继续留守哦，明天十点钟会再跟你们 sharing 这个健康的料理，走啊，一起好吗？明天啊，你们进来明天我再跟你们讲吧，其实也不用明天进来，等下你们看一下那 poster 就有了，因为你才肯定是老板，对不对啊？呀，对的，就是要看到啊，更吸引啊！明天十点一定要留守这边。棒姐说她明天给你们看，如果超过3个人数啊，死了吧，搞到你，没想到的，明天十点，有谁还没进来的 ？Adam 进来没有 ？Adam 进来没有？还没有啊！你快点贴他，明天他穿丝袜哎！明天我用丝袜来做运动哦！明天丝袜做运动 ，OK。哎，快点贴出去哦！你看一下啊，有没有看？有没有看过丝袜做运动？没有，我没有。你要问我，大家有丝袜做运动吗？大家有看过吗？没有的话，快点，快点啊！所以不要浪费你家里留的什么，给我贴了出来了。快点哦！丝袜要做运动嘛？哎呦 ，OK， 我们的微笑哥哥今天没有进来呀，今天是他的生日哎。哦，怪不得微笑哥哥生日今天，所以这个披萨我们就呈现给他喽。哦，微笑哥哥生日快乐啊！没有，他没有进来，要呀，对对，take他进来，谁去叫他？谁去叫他？谁去叫他？所以我们在等待微笑哥哥进来的同时呢，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这个非常简单跟简单，真的简单，然后变通度非常高的一个料理跟饮品。是的，因为这个饮品也是变通非常高，因为你做好水过后，它的粉我们还可以再拿来运用 ，OK？ 是的，粉还要经过那个智能机器打是吗？我们烘烤一下，还要烘焙啊。下次给它磨成粉。如果想看，我们再请杜林姐姐学练给我们哦。那么今天这个料理，你看到这个披萨哦，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吃这个面粉啊，我们直接用这个。关，配一些配料，我们配这个姜。如果大家想要放 ham， 可以放 ham。呀 ，Adam 进来了，非常的好，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讲个唱歌呗，讲个唱歌呗，放一首放了 ，OK 了 ，OK 了，前面放了。冻龄姐讲要唱歌给你听啊，快点，没有啦，快点 ，OK， 我陪唱，我们叫马丁。我们叫买炮姐一起来，微笑哥哥，刚才炮姐讲有30个人，明天她穿丝袜来跳舞 ，OK， 来唱歌喽 ，OK， 1, 2, 3, 有吗 ？OK，Happy Birthday。
你搞什么？叫妹妹下来。OK。Happy birthday to Adam。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OK， 请你吃 Adam， 请你吃披萨。Low Carb 的披萨。我们再一次的 OK， 感谢。呀，对。大家一起的陪读。OK。谢谢你们。Adam 今天生日快乐！唱首歌给他吧。已经唱了吗？刚才。已经唱了。Happy birthday to you。拜拜，谢谢大家。哎呀，22个人啊，差8个人，不然明天泡姐不穿丝袜跳舞。哎，他跳舞还是什么？还要做运动。哦，他要穿丝袜做运动。大大的啊啊！把我大大的学出去明天的。哦，泡姐讲了，听到吗 ？OK OK。然后我们留守。Speak English 啊 ？English。Paul， 姐姐 ，Sister Paul said， if reach 30 people now， tomorrow she will wear the sexy 什么叫什么 ？sexy show， then show you the exercise， yeah， OK， 人家穿，人家运动是是穿运动穿的，呀，OK。福的一天，感谢大家。谢谢你们啊，留守我们，然后记得明天我们每一天的10点的同样时间，同样的直播间。Thank you， 拜拜。